我就开始写一篇文章给他，文章到处写刘真醒来跳舞吧，正大国标我是想你，我们为你祝福加油啊，从12点写到凌晨4点，我以为可以唤醒他的。对啊，因为她漂亮又会跳，又有芭蕾有底子，对，加上跟我们跳国标，对，所以整个在大学生里面，大家知道有刘真这位美丽的舞者，啊，他们打电话说蔡老大来我们北科大教舞哦，记得带刘真来哦。刚开始当然是学生嘛，对，不到1年我就邀请他当助教，对，再不到2年3年之后，大学刚毕业，我就请他回来当讲师。中间他红了10年就比较少联系，可是呢后面那个老师跟我说，蔡文煌啊，我跟你讲哦，刘真只要听到说要回大学国标舞社，他眼睛就开始发亮，真的，那时候他还健康美丽的来教我们跳舞呢，我们还有合照好几张漂亮的舞照，忽然就看到电视报道说他生重病了，我还开始不相信，然后到2个礼拜前，听说他心脏开刀、头颅开刀，不得不相信了。我就开始写一篇文章给他，从12点写到凌晨4点，写了好多字给他。我以为可以唤醒他，所以我文章到处写：刘真醒来跳舞吧，正大国标我是想你，我们为你祝福加油啊！当然心痛不舍，我以为可以唤醒他的。